那你快进来吧，baby。为什么要离婚？为什么？还用我来回答吗？我为了你们三个，我像佣人一样，我忙里忙外，忙前忙后，我自己的事业都没有了。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了，你告诉我行吗？谁照的？是不是你做的？是我，不过我这个人是我学弟，我们是……我不想听你解释。我不是清白的，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啊！出轨！让我带你往哪儿搁？我们是清白的。你给我闭嘴！去学校干嘛？
天又把卡刷爆了。我知道，可是我才买了两个包包，我还没有过瘾啊。那怎么办？所以我打算去意大利。什么意大利电影节？哎，下周在罗马有一个时装发布会，很多设计师都会到场。我们是视频网站，当然是要做原创视频了。对不起，打扰了，我们是时尚大嘴巴的记者，正在做一个恋爱保质期的调查，请问两位，你们结婚了吗？啊，我不认识他。明白。我们拍张照片吧，来来来来，靠近一些。哎，摄影师过来，准备拍照了。我真的不认识他。不要紧不要紧，看镜头看镜头。一，二。放松，转身，调匀呼吸，身体向前延伸，慢慢的回过身，身体向上延伸，抬起双手，慢慢的落下来。贱货，敢勾引我老公，也不打听一下我是谁？记着，这次是耳光，下次是硫酸啊。长点眼睛。哎，你说梅云这次是不是把事儿闹大了？会不会闹出人命啊？哎，那个王太太还穿的是新款的缪缪啊。哎哎，说哪儿去了你？不过穿在身上有点糟蹋了。梅云真的没事儿？如果她真的有事儿的话，肯定会抱着我们哭的。嗨，你们好，我是何静婷，我刚刚报名参加了你们的瑜伽班，现在正要选两身瑜伽服呢，有什么推荐吗？皮尔瑜伽不错啊，还可以量身定做的。别听他的，他是个纯粹的富二代大小姐，买东西只买最贵的，这种东西其实上网买最划算。是吗？网上什么都有，吃的啊，用的，还有家用电器。哎，对，上个月还给老公买了一个按摩器。下次你想买什么告诉我，咱们可以一起团购，杀价到底。好啊，谢谢。那你们先聊，不打扰了。嗯，拜拜。哎，我谈男朋友了。不是上次那卖减肥药的吧？什么呀，那早就进入历史期了。他是个台湾人，身材特别好，声音还超级性感。我这次是认真的。我知道你每次都是认真的，但是我得提醒你，你最好，你应该一开始打扮的朴素点，别太快让他知道你的身份。啊，我说都几分钟了，28分钟了，28分钟了。你有戏，一个女人啊，如果她不想和你交往，她就不会迟到。嗯，你觉得我要打给她吗？其实，大姐，千万不要表现出你很在意她，爱来不来。那倒不用叹气，作为一个来自台北的北漂，你在泡妞的领域基本就是个白痴。不过没有关系，也不要紧，上天给了你这次机会，就是为了报答你一直借钱给我，以及帮我写剧本啊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 hold 住。对， hold 住。你说那女的是干嘛的？卖包包的。
意思，我迟到了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那我们走吧。好，走。看什么看啊？哎，你想吃什么？设计奖，我做了好多的菜，等你回来一起庆祝。早点回来啊。喂。你继续盯着，你知道我需要什么样的证据。好的。